亲爱的朋友，祝福一分钟，活在幸福中。当我们在恐惧害怕的时候，请听上帝的话语。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您深知我与我的家人心中的担忧恐惧，求主与我同在，神必不撇下我，必不丢弃我，赐给我刚强壮胆，使我靠着主得平安得力量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神赐福您。